骑慢一点啊、哦！可以告诉你们，现在是最新高科技的产品，出外旅游飙车把妹最佳凉拌。来告诉大家，这个就是最新高科技的甩屏山寨机，有多屌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样就可以转台啊，让所有人都只看得到你的车尾灯，因为他们想要看电视。骑摩托车也可以像坐车一样，就是可以看电视。看，时速100之下照样清晰，尤其在山上的时候更棒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找个王建民来看看好了。那我也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我就看不到啦、啊。那谁骑车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啊